正确的引领下，我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的右侧的胯的位置一直要给住板，你看这样给住吗？没给，这样是给住的。可是你会说给住我不是就往这儿跑了吗？不是，这儿是给住的，我的心脏还要给到向右胯位的位置去扣住男士，左侧的心脏去向着右边给到伸展的位置，给到膝关节向前的位置，这样来找男伴，这是女伴要做的。我从背后再做一次，我们的盆骨不可以这样去跳舞，一定要去盖着男士，把它提起来向着男士，但是我又不能去盆骨的时候左边肩摘掉，这是不行的，左边不能摘，左边是水平的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的心脏还要向右转，胸还要扩张，保持住右胯的关闭，左背的推送，这个位置才是我们要做的位置，这样来保证我们的位置。当我们右转跟随男士的时候，